也不看看是谁的妈妈。哼，我还是头一次听你这么夸学长。别吃了，你都吃第四个了。我再吃一个，没准就能看见学长。你知道鸡蛋吃多了身体会有什么后遗症？什么后遗症？一直放屁。啊！上课上课，走。练习册，两年的练习册我家里有一大堆，我妈都不给我买新的，老师让我用她旧。哎，欣欣，你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。太特你醒了。嗯，这个是我上节课记的笔记，我记得很仔细，知识点都一目了然，看吧。不用。会考都没过，装什么三好学生。原来是认了个很会装三好学生的师傅啊。开拓，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跟苗苗讲话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欣欣，谢谢你。我就是觉得他这样是不对的。我还以为你心里只有林开拓呢。我就是这样一个根正苗红、大公无私的新时代女性。林开拓又没来，他这是不准备来上课了。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？要我说，你们两个干脆直接打一架得了。算了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这儿是谁不做眼保健操了？啊？谁？谁？这班还挺认真，走吧。林开拓，不愧是学生会主席啊，真是大人有大量。不是我说，林开拓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都多长时间了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啊？我们上高二的时候你就上高二，我们都上高三了你还上高二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这么下去，大学你都考不上。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们不是你朋友是吗？朋友？我可没他那么装的朋友。给我出来！出来！我。啊！你们想打架呀？啊！走吧。老师来了。你们俩围在一起干嘛？打群架？林开拓，怎么回事？是，我就是看不惯装的人。老师，啊，我这几天肚子实在不舒服，他们急着送我去医务室呢。真的？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有什么处罚你冲我来啊！
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啊，说话跟个混混一样。上课上课不好好听讲，现在还学会打架了。等放学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小小年纪哪来这么大脾气？老师，学长吐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啊，感觉不大。来来来，把他送去医务室。哎呦，哎呀，幼年啊，你怎么又吐了？哎呀，太严重了。老师，放心啊，没事儿。这么假还想骗老师？一会儿再好好罚你们。值日生，把这里清扫一下。其他人继续做眼保健操。好了，多亏这个夏淼淼的配合，要不然开图又得被记过。我说你能不能别老这么惯着他呀？这件事情本来我也有错在先。我真的。好了好了，哎，你回去记得给开拓打个电话。你也知道他不会真的生你的气的。我不打，要怪你自己惯着他。下节课篮球课，我去打球了。哎，打球不带我啊？你太厉害了，怕你抢我风头。行。哎。一起不了。你还跟我生气啊？哎，这个演戏得演全套，我这不是刚吐吗？打球合理。哦，一会儿你再给我带两碗八宝粥。干嘛？就刚闻着还挺香的。那么恶心啊。哎，还有薯片可乐。没钱不买。